老板，你的车子要怎么？关你屁事啊！哎呦，怎么又掉下来啊？螺丝也掉了。原来改车都是用改的，你们懂不懂？叫手工改车，好不好？老板，你的车子要怎么？关你屁事啊！车子太低了。哎呦，怎么又掉下来啊？螺丝也掉了。这次不是我让的，我开的是小牛。不是我的。你昨天去跑山了？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。这样是可以，可是开快一点，它就噔噔噔噔，然后就这样子，然后一直。原来改车都是用胶带改的，你们懂不懂？叫手工改车，好不好？所以总共花了多少钱？这样子。胶带30块。包完车子，我觉得700多了。700-800万加几捆胶带。关你屁事啊！没有，车子太低了。哎呦，怎么又掉下来啊？螺丝也掉了。这次不是我用的，我开的是小牛。这样是可以，可是开快一点，它就噔噔噔噔，然后就这样子，然后一直。原来改车都是用胶带改的，你们懂不懂？叫手工改车，好不好？700-800万加几捆胶带。